我哋支持行者喺愛回家，多謝多謝。獨立出嚟或者幫你拍一啲多啲外傳啊，或者直頭拍一個群者嘅劇集做主角咁樣樣。咁我自己又唔敢咁諗，亦都冇咁諗。我怕太多壓力，但如果真的有這樣的、需求或者有這樣的情況、哎、我都很接受的。我說你不用叫我的名字，你叫我群姐啦，那你叫我群姐即表示你有看我的做戲，我很開心。你叫我群姐呢，又易叫又易記 Isabella 或者 Isabella 群、啊、我很開心。我都從未如此漂亮過，我都不知道多漂亮。不過後期不漂亮的人都大汗搭細汗，那些汗搞到個人都溶了。好彩 Bobby 都讚我在以前的時代古裝好靚噶啦，哇真的開心啊，好靚喎！我運用我的權勢點名叫你做的想捧紅我話，我諗未必紅到，但係而家已經紅了啦。我覺得自己已經很紅。大小姐啊，我真的是你忠實 fans 嚟噶，我特登今天不翻工，我放假噶，我都嚟話俾你聽，我等你唔抵啊嘛，係嘛？咁我講到俾你聽，等你有準備咯，係咪好似好天真咁啊？哎呀，大小姐，我哋啲低下層嘅工作，又要養家，又要養，又要自己生活。真的都挺慘的，你為我們著想，不要炒我魷魚啦，我最多以後報多些料給你聽，你保住我的位置好不好啊？是不是即是在個內心發出來真的很想做這份工作，你不要炒我啦，即是這樣啦。我的兒子，你既然群姐這麼喜歡，不如你改名字叫做群啦。是的，我真的想過改名字叫做群有什麼所謂啊，都是一個名稱而已。啲孫都睇啊，都睇啊，佢都知道我叫，有時嗌我阿群姐，你係阿 Isabella 群啊嘛，佢就特得群咁俾我聽。係啊，啲網民對我真係好愛我，好錫我。可能係以前冇人認識我，我都拍咗好耐戲，但真係冇乜人認識。但係而家就好多人認識我咧，我行過街佢哋嗌我群姐。最緊要就係自己個身份係提高咗咧，變咗有好多唔好聽嘅説話，你而家就唔會聽到咯。我真的很開心的，即係乜嘢都好如意咁啊嘛～